那个是新竹国小，忘记了，国小了嘛，新竹国小。去年我就是评选委员，我全程都看的，看到最后，但是哎，还获奖了，得到6万块。那个红6万块，整个就看人家，像这个机会，你不要说一直等教育局有钱，像这个有一些竞争型的，就利用机会赶快去获得。第四点呢，12年国教要开始了，所以各位业务都要清楚，都要去接触，尤其在报名国中的报名，你不能给那个几个组长或谁，你还是校长来业务上要去熟悉。有时候我是很提醒各位校长，或许你整个业务来讲，你不必100%了解，你至少了解80%。组长应该了解，主任应该了解90%，组长怎么样能够100%最好。所以每一关都要注意一下。刚才我在讲工程为什么出错，原来报的时候6000多万，然后到4、5一核下是5000万，5000万结果呢，在征选建筑师的时候没有注意。要写6000多万，因为前面永远都记6000多，结果不知道你在前面已经核下了5000多。啊，说这个是谁发现的呢？啊，跑了那么久，公告出来也公告出去了，这个跑出来是被会计快速发现 A 卡 B 呢，但是会很严重，所以各宽都要注意，各管都要注意，每个地，你不要说我有时候都很怕，我们最后都没有做。